非遺咩嚟噶？非物質文化遺產啊！隻隻字我都識，放埋一齊就知佢咩嚟。不如解構一下。非物質即係唔係實體嘢，係愛情定感情，定係抽象嘅概念，總之係無形嘅嘢。文化未必三言两语解得到，文字、建筑、饮食、知识、习俗，种种构成我哋香港人共同思想或者行为，都系文化遗产。听落好似好嘢嚟噶，系车系楼定系财产，可以继承落嚟，应该都系价值连城。将三组字合体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系一啲前人留落嚟嘅重要宝藏，但佢哋唔系金钱。而是属于香港人的根，量化不到的感情。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始源还根，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，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注意到。想知道多些，继续留意我们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专业和网站吧。